Hello， 大家好，我是平板星，今天要跟各位做特斯拉哦，这次讨伐战的蚁王翼王的三张卡牌的精辟分析。哦，刚刚感谢有观众提醒我天马座的问题，我等一下顺便跟各位讲。哦，不是星矢，不好意思。首先第一张蚁王翼王的塔维尔哦，这张卡牌对不对哈？自身攻击两倍及个人追打光属性攻击力的效果持续至自身没有发动攻击，有点像兰斯洛特，自身两倍，追打光属性再一次的两倍。哦，那总共是四倍，基本上如果你有常驻真伤的暗属卡，这张卡牌就可以不用了，懂我意思吗？大概是这样概念。例如说兰斯洛特，哦，例如说那个什么那个庄子，好，哦，像是这样的卡牌，你这张卡牌就不需要。所以你看这张卡牌我都没有练，因为那两张卡牌倍率也都比他高。哦，那你可能会说，我打暗属伤无效，我可以用光属性攻击他之类的。可是暗属伤无效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换个后裔，好，一回合直接带过就解决了。所以这张卡牌我的认知是可以不用换的，除非你都没有常驻真伤暗属卡再来换 ，OK 吗？就可以取代我刚刚讲的卡牌啦，兰斯洛特跟那个双子啊。在第二张我先来讲果冻好了，果冻哦，三回合内水属性及妖精攻击力1.5倍，水属性妖精攻击力提升至 2.2 倍，这个蛮奇怪的是说水属性及妖精看起来好像不一样，但是水是 1.5 倍，妖精是 1.5 倍，但是如果是水妖是 2.5， 它的概念是这样，三回合真伤看起来是不错，那大部分的妖精卡牌，例如说你常驻真伤卡什么其他的，其实倍率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它只有三回合，最主要它是发动技能时若生命力未满，效果持续时间每回合恢复8000点的生命力，哦，我以我常使用的频率来讲，这张卡牌使用频率几乎接近零。因为我要就是常驻真伤，哦，要我就补到满，没有那个补8000的，而且只有三回合，所以这张卡牌我使用率几乎是零。当然我有刷，所以当你缺少三回合的真伤，2.25我算蛮高的，哦，有三回合2.5，我觉得还算蛮高的，哦，或者你需要有补血的状态的，你缺这两种，妖精基本上不太缺补血啦，所以我自己的认知是，我要常驻真伤，我也不要走三回合，我希望能够高一点的回合，三回合，但是。你会觉得倍率还算不错，但是它只有水妖才有 2.25， 所以这张卡牌用几乎是零，是这个原因的，听得懂我意思吗？好，哦，再是天马座，有人提醒天马座队伍机，等一下我顺便一起讲，感谢波龙哦，就是自身攻击三倍，每回合扣除228的总生命力，并在每回合发动攻击后提升自身攻击一倍，哦，需要消除副手，最大提升是8倍，要再按一次技能或死亡后消失，它是挂在自己身上。但是我在使用的兽队里面其实比较少用到它，因为兽队的常驻真伤太多了，虽然说不会挤到，问题是可能开了那么多常驻真伤后伤害已经够了，它的负面效益扣 20% 兽类的生命是有点多、哦，但是如果以三张卡牌我是蛮建议这张去刷的啦，因为这张还蛮不错的，然后它有个全队回复率提升 1.5 倍，对不对？队伍中只有暗兽、哦，并且以天马座成员，哦，那他这个回复力提升 1.5 倍，就是要弥补我刚讲的扣除生命力 20% 的总生命力 的这个问题。但是以暗兽来讲，我的认知，他这个回复力有点不是很好用。为什么？因为我可能放在天猫里面，懂我意思吗？我放天猫里面，那天猫是吃天降，不是吃回复力的。他虽然说我增加了一 点回复力，可是说真的还是不太回来。哦，我应该没有记错。所以如果真的要刷的卡牌，这三张来讲，我是以，哦，天马座那个星，不是星矢啊，迫切所思哦为优先，你这张先换，再来，如果你没有常驻真伤，才会换到塔维尔，最后才换到这一只，哦，那我个人建议就是只换这一只而已啦，但因为卡牌随机给你的嘛，对啊，但是他说给天猫，那天猫是吃天降啊，所以那个回复力不影响，你知道吗？他是天空掉几颗的。懂吗？所以这张卡牌在用的话，我自己在用啦，我自己觉得使用率并没有到那么高，然后扣的血又还蛮多的，哦，但是毕竟在兽队里面常驻真伤八倍界王权，如果很多需要破防的话，我就觉得它用得到，需要常驻界王权灌过去的话，它的八倍都是常驻界王权，毕竟是兽队，所以伤害比较低，顺序应该是天马第一，另外两个再次之，看你缺什么就用什么。哦啊，这个是三回水妖啦，你水妖缺那个，假如你倍率没有大于 2.25 的话，就可以刷它。如果你的水妖倍率有大于 2.25， 那它就不用刷，这个概念一样。暗属这张，你的倍率有大于4倍，
哦，伤害也比较高，也 OK。基本上双子跟那个什么蓝色骆驼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我没有用它这个原因。但是那两张卡牌都没有的话，就可以刷它，了解吗？换它了 ，OK。哦，当然了，这张如果不够卡是神卡、啊，了解吗？丢神丢神帽也 OK 啦，但是它主要天猫啦，神帽也 OK， 但是它要暗兽，注意暗兽才有增加成员的 哦，所以中间那只那个天马座我是比较推荐 ，OK。好，那以上就是这次那个讨伐战特斯拉蚁王翼王的三张卡牌的精辟分析，好不好？好，我是平板星，怪大的，能搭蓝色洛特一起用吗？效益不好，你宁可就是放两倍，你知道吗？例如说你是蓝色洛特，你把蓝色洛特增伤会比放这只好，听得懂我意思吗？听得懂吗？你把蓝色洛特增伤会比放这蓝色洛特，假如你这个 double 两倍之类的，你懂吗？效益一定比较好，所以很少有人会放很多只界王犬进去，一定是一只界王犬，其他去把界王犬提升，这样才会够强。OK，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次蚁王翼王的精辟分析。我是平板星，我们下次见，拜拜。有问题可以留言跟我讲啊，我们再拍一次。